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古巴可兑换比索全套钞票。以前也拍过相关视频，但是当时还差一张五十比索，现在五十比索已经入手了，所以就给大家来看一下，我收藏的全套钞票。好，首先这个可兑换比索就像是那个外汇兑换券一样，汇率和美元等值。然后，但是在今年，从今年开始，这个可兑换比索就不流通了，古巴就变成只剩一个货币，就是古巴比索。所以这一套这个古巴可兑换比索以后应该会越来越难入手了。好，那么就来看一下，首先这张是一比索，然后三比索，然后这是背面一比索，三比索，然后是五比索，然后十比索，二十比索。背面五比索，十比索，二十比索。背面画的这个苏联那个飞机我特别喜欢。这是前一阵刚入手的五十比索，这一张特别难找，特别难入手。然后这个是最大面值的一百比索。再看一下背面，这是五十比索，是一百比索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